民众党周日所举办集会游行的地点就选在立法院群贤楼的正门口，网红四大猫就 PO 地图开酸，往前走50公尺就能看到柯文哲所买的4300万商办。小草们首场正式集结挺柯活动，是否会和时常到场直播的四叉猫再起冲突不清楚。倒是四叉猫先 PO 地图算距离开酸，集会点离陈佩琪看的1.2亿豪宅只有250公尺，再往前走50公尺就能看到柯文哲的4300万商办。他如果有阻止你拍摄，你就告他强制；手机有被握在他手上，你就告他抢夺。有骂你就告他公然侮辱，毕竟我再怎么样我也是被告过50次的，我做笔录也是做到驾轻就熟的，好吗？曾经在北检前和小草起冲突的四叉猫直播时聊到，先前有朋友同样和小草有争执，还亲自传授他叫战守则。而民众党社群也流传一份针对四叉猫的叫战攻略，喊话组团发大声公反击，或是拍照上传标记青鸟楷模绿营女神是2026绿营最有希望的候选人，反正他们支持谁，民进党就宰谁。前一天民众党中央也开会讨论集会事项，认为司法对待柯文哲有瑕疵，希望诉诸舆论。首场活动即将登场，北市警方也在周遭拉起红线，公告要车主提前移车。会来多少小草不知道，但声援对象是主要在野党主席，大选得票也有300多万，总是得先严阵以待。TVBS新闻陈又翔、陈胜文、庄凯玉、S 新闻小组台北怎么到？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